好，主播，画面上可以看到深色的轿车整辆卡在凉亭里头，而甚至凉亭的柱子呢都被撞断，直接是穿进车内，相当的惊悚。车里的东西呢也是被撞得东倒西歪，而一旁呢满地都是车身和玻璃的碎片。警方获报也赶到现场啦，起风所限，这起车祸呢就发生在今天上午台大医院旁边的凉亭附近，有不少来休息还有来看病的民众。而当时这一撞呢是造成在凉亭的两名女子受伤，包含64岁还有61岁的女子，当下都被紧急送医治疗。而初步了解，这名肇事的驾驶是91岁的男子，当时他带着妻子要去看医生，不过疑似是操作不慎，要踩刹车的时候呢是踩到了油门，才会去造成这个爆冲的意外。而还好被波及的两名女子呢是头部、背部、肢体呢受到了擦挫伤，在治疗过后呢是没有大碍的。而肇事的驾驶跟妻子则是没有受伤，只是警方事后调查是发现这名老翁他并没有驾照，在75岁之后呢他就没有去换发，因此呢也是被扣车扣牌。而警方也提醒了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人呢都一定要定期的换照，如果没有按照规定的话，就开车上路最高是可以开罚3600元的罚款，还会被禁止驾驶和扣缴驾照。